初代学姐来推荐，新媒体实力接班。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加入你们的团体？可以有肥肉。这首歌有吗？勾起我的夜店舞。腿长至少要100公分。好厉害啊！相机打开是自己的名字。对啊，自我介绍。刚刚张立忠很贱啊，张立忠说这样打开云云这边是红包拿来的。嗯。有默契。今天要讲初代目学姐来推荐他们的这个后浪。对对对对。演艺圈跟所有的这个表演的都是这样嘛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嗯，对，前亮，前亮，哎，你帮我走路，谢谢吗？前亮，对啊，就是说这个新人辈出啊，但是这个新人在刚开始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呢，如果有前辈们为愿意这个领着你们往前走，或者给你指导什么话，尤其是带他们来国光这个圣地，哎呀，那我们发光发热，对，可能就是啊，就会得到这个生命中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啊高潮，对，高潮，对啊，新高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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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来，那个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团体，那这个有什么团体成立了很久，到现在还依然活要在这个舞台前的，崇哥很多啊，你举例，像儿童剧团有纸风车，儿童剧团，还有表演工作坊，这大概都30年以上了，厉害厉害。我和剧场，然后像我有认识那个五周元波德希，黄海带大师，他唱那个已经传统技艺，对，快100年了，那个不太一样，那个已经是文化界的。文化界，对，因为我是艺文人士，是文化界，很少人这样子自己讲，我认识的。当然，我也跟这个演艺界有一些关系，像5566也现在还在。对，就是到现在也20年了，也对这个团体哦，应该算久了。是，那接下来就是这个，就是啊。哦，解散的团体吗？我一直不好意思，你都有点想念那个团体的，他们没有解散，对对对，单飞各自飞，但是没有解散，哦，就是不联络，对对对，很少，今天见面多尴尬，对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还是会那个啦，所以算自然，会工作上会遇到，没有解散 ，Daddy 你讲 ，Daddy， 五月天，哦，五月天真的，这个真的是陪伴我们，对啊，五月天，然后。我知道的还有无双乐团，无双乐团刚好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在无双，是认识一个朋友还是交往过？无双都是你妹把过吧？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真的没有，因为以前在内地读书的时候认识在一起，认识在一起，但他是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演奏什么乐器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主唱。哦，主唱唱，那就在一起过，好吧？跟李连贵有合作，没关系，在一起没关系，你又不是偶像，我们都已经不是偶像了，对不对？他这是要拖全部人下水，人家真的还是你不是啊，你不是啊，只有你真的不是啊，我真的不是，我一定不是。冬田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朋友啦，谁啊？500。我终极必有那条几股爱你，麻痹心。还有哪里？哇，还有啊，你们日本很多啊，蓝就很厉害啊。日本很多，蓝也是啊。对，蓝就很厉害啊。那个杰尼斯的，杰尼斯的东西，杰尼斯好几个，很多，还有好几代了。女生的也有，首推了。他们不止活跃在目前，幕后也是很活跃。哎呀，董事长乐团，哎呀，哎，有听过？导播听到了吗？导播，我在呼唤你。现在导播换人了，我换人了。导播已经换了，尴尬，对，尴尬，尴尬。你连导播是谁都不知道？好，就这个现象。你超不关心的哎，那不是董事长乐团，那首推了，首推 SHE， 紧张紧张，首推 SHE， 各位观众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张立忠的镜头可能会越来越少，黑画面，得罪了，你导演是谁都忘了，不是双导播吗？我不是很有钱，单导播，哦，单导播，对啊，这段就是首推 SHE， 因为 SHE 成立很久了，对，史上最尴尬发言 ，SHE， 好，那。今天那个有4个团，哦，都成立很多年，很多年。来，第一个团是
欢迎 Luxy Girl 团长，团长Ivank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xy Girl 团长Ivanka。Ivanka 是不知道今天是寒流吗？对，对吧？这么冷，毛不同国家的人，哇塞，天哪！对，我们平常就这样穿了，所以其实习惯了。欢迎无双乐团，无双无双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无双乐团的允允。请问您第几代了？我是第五代。天哪，你们是2008年成立的？对。哇，12年。那现在最新是几代？是不是到第10代？已经不可考，我都不知道几代几代，你都不知道到第几代，好可怕，不可考。欢迎富邦 Angel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邦悍将啦啦队富邦 Angels。欢迎武媚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南武媚娘的酥皮 Suki。你是一军，所以有二军、三军。对，有二军，目前是到第二军了。你会不会有点呼吸困难？稍微有一点。都整个好难看，夹住了，夹住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介绍。是，第一组，第一组这个学姐，请问就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加入你们的团体？首先最重要的条件不是外表，是他需要会缝补衣服啊，做道具啊，做手工小东西。所以听起来好缺幕后人工作人员，他们有副业，副业没有啦，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处理，没有专门帮我们。很酷哎，对啊，我问你。这一套去哪里市面上去哪里买？对啊，确定会缝衣服？我看你的背，我看我看。想干嘛你？没有你转回转，你看，哇哟，走后面看，哇，没有衣服。这样子确定要缝吗？就只剩这一点要缝啊。你的臀会不会太翘了？天天跳，有在运动，太翘了。然后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比较。不能有明星梦哦，有明星梦就脱团，要对对对，要当明星就去当明星，比如说谁，不要说谁，比如说谁，比如说谁，来来来，互相伤害，来，比如说谁，你要逼我讲吗？他就你 Gita 有什么好讲？Gita 他是原本是就是也是表现得很好，但他自己学习得很快，对，就是有明星，就是有明星，没有了。后来是他发现他蛮适合当明星。哦，幽默，幽默，对对对。那第三个，第三个是就是身材要结实，可以有肥肉。那学姐出来检查一下，对吗？你讲的这样，对啊，你身上有，对，我们要看一下你。这个真的太专业了。这个就是你表演的时候的衣服吗？对，其中一套。哇，可是你们这个动作都那么大，所以你们防护措施要做很好。没有要做啊，没有要做啊，就弹出来，哇，太棒了。我这么大方，哇，弹出来！他这个衣服有时候跳跳，对不对？变吊带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讲。是都放合金吗？对啊，吊带。所以他这条四角的裤子，待会跳一跳，有可能变丁字裤吗？说上下颠倒，会变身啊，变形金刚。吊带，丁字这样。来，请坐。身材真好，这好身材真的厉害。那我们欢迎第一位学妹，欢迎 Zoe。哇，还有，团体的，一起的，来来来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 Zoe。哎，你什么样的机缘加入他们的？算是朋友引荐。引荐，那你们为什么会找他？因为我们公司办过一个万人的 party 这样子，然后有另外一个部门是就是跟观众有近距离的接触，就带气氛啊，就是，然后我就发现他特别的跳，就是看万中一点红这样子，表现的学姐是鹰眼哦，我有时候会在台上跳，然后我会扫射下面的人，哇，对，觉得不错，特别亮眼。这样男生会对啊，以为是不是？对啊，看女生是我妈，是我妈这样。对啊，如果比如他在这边，然后你再看到我们在旁边讲，哎，他看我，然后说 OK， 对，误会。加入这个有没有压力？压力就是。大家都很瘦，所以就是可能平常，我就是可能要一起出 case 啊，或是有活动的话，就是可能前3天就要开始吃少一点，不然大家身材都很好，就是会有一点就是默默的压力啦。你们团长会用眼神恐吓你？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的道具服装，我们有一件森巴，然后那个森巴是羽毛，是在背上，要自己插，然后我就没有插好，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，就是掉了一根，我想说没有被发现算了，结果后来又掉了第二根，然后我就转过去看
伊万卡，一直在掉毛，然后伊万卡就这样子，很等你啊，哇，我当下直接背凉一下，赶快跳完，好想下台，当下应该拔他两根皮自己。就是为他，拔两根掉，就是眼神，就是对不起，我会杀他是因为他第一场已经掉过了，然后我就说你下台要把他插好，就第二场哎还是掉，累犯了，对对对，再次欠灯，欠灯，我们蛮严格的，严格。可是你们以前会用直接用骂的吗？我还没当 leader 的时候，我还是团长的时候，曾经就是有可能好像是走错位还是跳错一个动作，然后就直接在台上被。骂，台上边跳边骂，而且是就这样跳，王八蛋，好，搞不懂事，好跑掉，好酷啊，在干什么？这也太忙，是哦。然后我会吓一跳，当然，对，因为其实如果是新人的话，在台上已经紧张了，那如果你跳错还被这样骂一下，会慌掉，是会更紧张，不行啊，因为像我们这种综艺咖，对不对？跳跳，你在干什么？一定反应很大的嘛，为什么你的动作全部是这么浮夸？那有一个辣妹这样子跳，对，所以从那次我就觉得说我要改掉这个惯例，就是用这样瞪的，哦，一瞪就知道，然后下台再讲。你加入多久？一年半，两年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禁爱令？禁爱令好像没有哎，可以谈恋爱，可以啊。哦，可以谈恋爱，而且你们工作环境很容易就是遇到帅哥，其实还好哎，真的吗？老板，对，其实真的还好，因为我们就是休息室，然后后台，然后上台，然后再下台，再休息室这样。其实我们不会跟客人有接触，没有秘密走道就对啊。对对对，但不会有客人在你们下班的地方门口等或什么。不会，我们就是下班就是换的跟阿妈一样，然后就走后。他们伪装成打扫阿姨。下班是另外一个人。真的，你喜欢哪一种？对啊，哎，今天不错哦，有帅哥啊，各种菜色都有。我选错人选，就变成那个表妹了。你喜欢张立东吗？这一型可以相处看看。哎呦，立东有约过我们的团员。哦，一万个点，一拳开耶！他想要毁掉你的幸福，你不要听他的。我等一下跟你说谁。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单纯。哇，我们的团好乱。我没说，我们两个就要稀稀疏疏就走了。好热，还是跟我讲，刚刚你休息哈，你累了，你累了还帮我开这门啊？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康哥，这只是开始。待会后面三个也会说，他们两个约过我们。每个团都约过，都有，每个团都有。那今天是要表演，对，两个一起表演，表演一个舞蹈。来，请了。哎呦！哇，有气势耶，很厉害，帅，
哦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很强。你们歌选得好，热起来，还有脱外套。对啊，这首歌有没有？嗯，勾起我的夜店魂。因为这首歌在流行的时候，我还在混夜店。好，怀念的。来，两位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啦，云云，请问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够加入你们的无双乐团？好，第一项条件就是腿长至少要100公分。淘汰。100公分？什么意思？很少人超过100公分。对，因为我们舞台效果很重要，那我们的服装通常都是很显腿，那这样搭配乐器啊、演奏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舞步才会很美，才会很吸睛。对，他们就很像一票那个防民狗这边叫，长多是长腿，你那是白鹭鸶或红鹤，防民狗就红鹤啊。可是好奇怪哦，那有的弹古筝或什么，他会做限得了腿吗？其实我们就是现场大家都是站着，然后会搭配一些简单舞步，那其中有舞者，所以整团就是看起来是很和谐的画面。条件二，条件二就是要至少会两种才艺以上。哦，你说的两种才艺是因为我们两种乐器吗？还是不是，因为像我们表演形态也蛮多的，比如说像唱歌啊、舞蹈啊、乐器。那像我是主唱，然后兼舞者。那像一般的乐手的话，就是也要会跳舞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就是要热爱传统文艺，然后也要热爱创新，因为我们是跨界的。我懂，就是你要会，你要会那个中国乐器，你还要去夜店玩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曲风很多元，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日本电音的这种比较跨界的比较新的领域，所以这些音乐我们曲风也要会诠释。那你们现在有表演《鬼灭之刃》的歌吗？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最近有在准备他的舞蹈，那已经有就是乐器的演奏了。需要我们三个 cosplay 跟去吗？我们很像，演出很强啊，扮的超像鹦鹉的。演出，我再一次跟你好好的重点就是不是鹦鹉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学妹。好，欢迎学妹，欢迎海兰。哇塞！好高哦，太高了吧！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无双乐团的 Avia 海兰。他站出来有压力。请问你身高多少？174公分。哇，这个腿绝对超过100。你是无双乐团？我是无双乐团。你是环球小姐吗？对啊，我是亚洲小姐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以前是香港的乐团？我以前是那个香港中乐团的特约古筝乐师，那香港中乐团是在华人地区也是很指标性的职业的国乐团，我以前在那个乐团工作。那你是香港人？没有啊，我识讲广东话啦，我来香港翻工嘅，我在香港工作，但后来回到台湾了，这样子。那你可以跟立冬沟通哎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香港话不错哦。你识讲广东话？叉烧包、莲蓉包、三层鲜芋六清饭。你咁乜嘢啊？讲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只能点菜而已吧？你只能点包子。对啊，去香港玩吃什么？都吃包子。对，每天吃烧包、莲蓉包啊。桃花应该就差你一个。哦，好会撩哦！就是除了我之外都吃掉了。对啊，那我洁身自爱。对啊，是哦。那你应该很多人追吧？很多人追也没有你追的好呀。哇，超会接，但是要跑快一点，腿比较长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很少看到你语塞，所以你要已婚的身份不知道该不该讲啊。那你弹古筝在台上，你是在固定的位置吗？我是在固定的位置，但我们这个乐团比较特别，就是呢，其他乐团就是可能表演者是自己的肢体语言，那我们会训练那个舞步，就是演奏每位演奏者都会有舞步的训练，是跟对，他是跟那个舞者是一起同步的。那当然古筝比较不一样，可是因为我观察，就是说其他的乐手，我觉得他们可以跟着舞者一起，就是有一些舞蹈的动作，我觉得这是整体感是很提升的。是，对对对，就整我们看上去整个舞台呈现是一体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可是古筝你应该就站在那不动吧？就比较，但是他们会放六个古筝在各个角落，他怎么样？这个是八卦阵啊！这个聪明，这个聪明，你又可以这样，经费够的话，移形换影，六个古筝这样。他说你是八卦阵。
你也参加过周华健的唱片。哦，对，哇，跟华健老师合作。之前有一次，对，赛貂蝉，那不就母猪吗？我们当兵的时候就这样讲，就是。但是对我来说，貂蝉是美女，好吗？当然。就是那时候录了这张赛貂蝉的专辑，是因为貂蝉是那个代表一个女性象征，然后用古筝去贯穿整个专辑，所以那时候制作人就找了我，就是把那个主旋律给我，让我改编成两首古筝的那个独奏曲，这样子。这也是对我来说很难得的经验。它是全民大剧团的一首一个剧，它是音乐剧啊，它是音乐剧，就是一个整个是中国元素为主题，然后是张大春老师的写词，周华健老师谱曲的。是，而且他不只是会乐器之外，还会参加那个健美比赛。还得了台湾冠军，健美啊，全美啊，全美，最后是健美。对，我一直看不到哪里有肌肉。不好意思，健美比赛。不好意思，你看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就要用瞪的。全美比赛，对哦，冠军，2019亚洲小姐台湾区冠军。哎呦，去年哦，去年，你怎么会想要突然去选美？其实就是说，因为小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长得比较高，然后腿比较长，然后呢，有一个模特的梦想。可是就是我还是非常喜欢音乐，所以就是我一直努力的追求音乐这件事情，我就放弃了这个之前有参加过类似选手比赛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到了那个研究所毕业，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。然后我就决定要参加亚洲小姐，那我就得2019的亚洲小姐台湾赛区的冠军，然后最后也到大中华赛区，然后到香港去比赛，就是硕士拿到了，就开了。翅膀长出来要飞翔了，心胸开了。对，而且你看她压抑了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女人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所有女人都是爱美，追求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。但是你追求到了，算你厉害。我们来看一下照片。哎呦，东方妹妹，东方炫美，哇！我现在叫电，比我的还严重。妹妹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妹妹，东方妹妹，一个健美，一个妹妹。哎呦，这是就是2019比赛的。这是那个2020比赛的时候，然后我去当评审的时候的照片。哦，已经当评审了。来下一张。然后下一张是我去年的泳装走秀的比赛。啊，泳装走秀，今天应该穿有带这套来吧？穿这样弹琴的，我怕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会不会啊？我们不会高度啊，你放心，我们血压药都有带。OK， 那今天要表演唱歌还是古筝？古筝。哦，学姐要跳舞。哎，是，来，请聊，来。好厉害啊！相机打开是自己的名字。对啊，自我介绍。刚刚张立忠很贱啊，张立忠说这样打开云云这边是红包拿来的。这张不错，可以用用看。这张要怎么用？会被塞红包吗？今天那个谢谢你介绍这么好的学妹给我们。对，谢谢。希望你们常来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
请问一下东东，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加入你们的啦啦队？舞蹈能力要好。哦，第一个舞蹈能力，那是一定。就是我们那种肢体语言如果没有办法充分表现的话，无法加油。应该是体力也要超好。对，因为他们一跳就跳超久，整天。对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亲和力要够，亲和力，因为我们都要面对球迷，要带他们应援，所以其实亲和力蛮重要的。哦，所以就跳跳跳，就笑容，就是卖票，不是卖票，笑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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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我们是有个人特色，对上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您个人特色是？我可能比较气质一点。真的有气质的人很少会讲。有气质，你这样攻击呢？好像你也是有个人特色啊？什么？个人特别色。来，欢迎学学妹，欢迎啊！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 的颖儿。嗨，颖儿你好。请问一下学姐东东，这一位学妹，如何在你们眼中觉得她非常厉害？她舞蹈能力很好，舞蹈能力对。你们今年面试比较不一样。对，今年面试比较不一样。今年的评选方式就是我们有增加各个领域的评审，就像是我们舞蹈老师有加入评审，然后还有球员代表，对，然后球员团长的代表这样。哦，就是球员上去看就。哦，这个加油我没有办法，这个我加油我挥不了棒，对我没有感觉这样，没办法，我不让。所以你们是棒球的，对，那我们篮球也有，球技刚好是分开的，而且两边转，哦，我们就是整年度都有工作可以做，是，哎呦，这个是在呛其他球团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球团真的非常棒，努力不错，其他的啦啦队他们有半年是在失业的状态，对。差不多，对，他们有在做别的事，所以你看，有时候球季结束，我们这边特别多啦啦队来上节目，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球队的，总是会觉得啊，自己人的感觉没有吗？一定会有自己人，就是团结的感觉，而且也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球员啊。你们来来来来来来，就这样。我其实一开始最喜欢的是就是高国辉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他打击能力非常的强。高国辉人见人爱，我是看外表，而且他又壮，我好壮，帅又高，对。然后接下来现在变，我现在因为我是一个，因为我从小就很宅，所以我当初其实入棒球的坑的时候，我是从漫画开始看的。所以漫画呢，主要都是在描述投手之间，投手对对 对, 对。所以我现在最喜欢的是我们的就是。终结者，我们的洪文，陈洪文，小飞刀，陈洪文，好帅！终结者，终结者，他每次投球都超帅的。这是国家打击手，现在不爽。不会，就是一来一往互助嘛，要守得住，然后也要可以抢先得分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东东，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的啦啦队跟以前啦啦队不一样？我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成立，所以就是不太有这种机会，像上节目或者是会一些工作邀约。然后现在到第四年之后开始，就像今天就可以来上国光这样，就会有一些机会。所以会特别会讲，你想来四年了，你早讲嘛，你第一年来楼下跟我们讲一声就可以了。你就抱你是东东就上来了。对啊，会有一点嫉妒的感觉。这种机会要自己努力争取，对，再不来就老了。你说我们？没有没有，我说没。我们现在只谈心了，因为都老了。那今天两位要一起表演，对，来来，请两。Just the level for you. How you have feeling like
下学姐，对对，就是刚刚这一段整个舞蹈。应该是满垒全垒打才可以表演这么久啊！对，火力全开。开场，我开场，开场。我想说哪一个打出去这么久，球员都冷了，完了没啊？拍过头，应该是满垒全垒打。是是是。那颖儿有喜欢的男生吗？类型？喜欢的男生类型吗？我非常喜欢宋仲基那个类型的，但是从来没有。这类型的，那你可能要单身一辈子。送房子可以，也是不错。送房子，那东东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阳光型。阳光，阳光，阳光，像我这种嘛，就是、对不对？嗯。哈哈哈哈哈！敷衍笑，被敷衍嘲笑你的。最强的怎么样？你如果投手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强的投手，顶多三上三下，但我会让你七上八下。怎么又讲那个色情的宣言？先请七上八下。东东有准备提告吗？OK， 东东告东东，东东告东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秦座，谢谢。苏皮，苏皮，嗨，苏皮 ，Hello， 苏皮你好，苏皮还在哦，快窒息了。苏皮刚刚有一度要需要人工呼吸。苏皮，请问怎么样条件才能加入你们团体？要加入我们武媚娘的话，基本身高要165公分以上。还有嘞，身材嘞？然后罩杯要 C 罩杯以上。哦，你也有哎，平均以上啊 ，C 以下不行啊 ，C 以下太不行，因为我们衣服的呈现大部分会是桃心领，所以那个罩杯的呈现是蛮重要的。桃心领是什么？桃心领。可能是桃心领哦，他们是属很多礼服是比较低胸性感，红包都放在这边这样子。你怎么会去过红包厂？你好适合深夜节目，再深一点。所以你们团体解散是因为你被抓到去了，是我醉了。对。来，第二个条件是第二个条件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，常常会有鞭炮啊，要不怕鞭炮，不怕雪。为什么要不怕雪？因为会有那个挡机。哦，挡机。对，对对对。他们那个如果就是现场，他们在执行那个动作的时候，有的他离你很近，你甚至很靠近的时候闻到那个血腥味。哎呦，哇！对，你要非常镇定，然后面不改色，因为他靠你很近，你不只会被血泼到，然后可能还闻到那个味道。那像有时候我们在站的时候，真的离太近，就忍不住会跑去后面。想帮他止血，会吐。出面。第三个条件是。要久站，因为久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关键的。我们有时候站的话是直接是3小时起跳，而且穿高跟鞋。对，然后高跟鞋大概都是12公分到15公分左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穿球鞋站3个小时，我们都快死掉了，很酸呢。你穿高跟鞋。对啊，所以那个要很耐站之外，你还要在同时还要注意那个鞭炮那些的，所以整个人是会呈现一个蛇形，要闪，要闪还要。不是庄重，你又哦，三名特有请，你看我们是综艺节目，醉了两次。我们刚表演只是敢这样哎，你这样，有一点带嘲笑的情绪，对对对，哇，日本人好可怕，严重哦，日本可怕，日本可怕。我看我们等下大家庙前面跪，对，我们跪个两天，全部走一轮，来欢迎学妹，欢迎雪神，雪神。哇塞，更浮夸！哦，你也没有再客气哦，你这个不能带巨幅的晃动，我要站。请问你这个会不会很重？会很重，然后它这边有点就痛，就插着会有点痛。真的假的？这戴久会有硬啊，或者其实会痛。那我们这样压一下，它就不会痛。为什么？因为更痛以后就不痛了。哦，麻醉了。你脸怎么红啊？我不知道，太紧张了。不要害羞啊！拥抱一下，一定是现场有他喜欢的类型，对不对？来讲出来，你喜欢谁？好了，让我藏在你心里。直接被拒绝，英文失败，英文上当，上当快，什么东西？他那么喜欢你，招待一个笑话，招待一个笑话，气！哎，来，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水果最喜欢打招呼吗？不知道。柿子。为什么？是在 Hello。Hello。是在 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他是不是听不懂？对，我听不懂。是在 Hello， 他只听得懂 Hello， 还是跟我 Hello， 我是在 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他没有听懂，他听不
对不起，我 你是不是整个打关起来的？对对对，我频道没有到。Teddy 也听不懂，有吗？有啦，我有听懂，你有听懂吗？有听懂，只是没有。没有很好笑的。哦，那你来，你扣姐，你扣姐，我没有笑你来。哦，你都走心，你们这个团是专门激怒我的，超好笑，超好笑，他说超好笑，有没有？他笑点比较慢，有，对，回家才会笑。后劲有后劲啊。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样入团的？哦，我一开始是因我平常有在接别的工作，然后他们就看到我的外貌，觉得说，哎，好像还蛮适合我们武媚娘的形象，然后就有问我说有没有兴趣，然后就有介绍我们团长给我认识，然后团长看我的外形之后就觉得很 OK， 就加入了。所以你们是李生吗？对，我们是李生。李生，那李生的化妆也要很多美感。对，要，因为我们。像那个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也是很多灯光。我刚开始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团长有说，哎，我的妆有点淡，那我自己看其实觉得蛮浓的。然后我第一场活动就觉得还好，但淡了之后看到那照片，哎，那故意，然后就第二次就太白了，因为灯光打下去就平掉。对对对对，然后那个眼睛又有点好像没神没神的。那其实我自己看自己的时候觉得，哎，很 OK， 可是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哎，真的不行。然后就有、欸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喜欢你的男生，或者你也喜欢他的，你会去请示神明？欸，其实有欸，对，其实有。你有做过这件事情？有做过这件事情。然后嘞？然后神明就有给我一些指引，对，指引，就是吧，指向。所以有没有在一起？后来就神明说的话要听嘛，我就没有了。哇塞，哇，那学姐交男朋友会问神明？啊，我会。我还会算命，对，然后我还约他们一起去那个拜月老。对，我约我们好几位团员一起去拜月老，有时候出活动的时候说，你们也这么寂寞，真的，大家都就很喜欢拜拜啊。哦，学姐常常带他们去认识新朋友。你有这么多局啊？局王副业哇！我们会就是一起约出去，可能。逛街啊，然后一起出去玩，然后有时候会去 party， 然后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就拉近彼此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是女生的局王，这是男生的局王。我的英文名字叫旧局，旧局哥。旧局哥。现在那个，还好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省一个主持费。你这很烂的，我以为你讲话你又给我卡住，准备太久，还要酝酿那个气势，就错过了。还记得吗？现在庙会有很多就是，不只是台湾人，就是很多外国人也会去嘛。对，像前阵子我们那个青山王有那个热闹，然后那时候有新加坡的媒体有来，也有来采，就是采访这样子报道。那怎么沟通？新加坡语会讲中文。那你是日本人呢？对，你要讲说在日本嘛，来了，他们不会，就你们外语能力是不是？外语能力要加强，就是要多学习，简单的沟通还是可以。来了，你日本人，你跟他小沟通。日本，日本对对对，你日本人哦。对。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，对，欠沟通，欠沟通，霓虹镜，霓虹镜。我不会日文啊。随便嘛，你跟。Temple。我听不懂。I wanna go temple。Temple。Yeah yeah yeah。Go to。不是那个 temple， 是寺庙。寺庙的 temple。没有，他叫你去啊。Go to。Go to。去啊。Go to。去啊。去啊。Go to。去啊。你这样子怎么过通呢？对不起。哦，那英文还 OK 吧？没有，就还在学习，要加强的部分，要国际化了。门罩，对。门罩，罩是我的门罩。门罩、哦，你的门罩是蛮漂亮的，我被命令，很可爱哦，他很紧张了，对，我很紧张，你不要那么紧张。你是高雄哪里人？高雄左营。从高雄来台北会不会觉得台北好冷？会，我这两天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哇，我好像要发芽了，一直在下雨。发芽，应该很潮湿，发霉吧？发霉了，它是冷跟潮湿是不一样的，就冷到就是觉得，对。哦，对，有道理。你是要讲发明，有道理。学姐，你们那一团的都这样吗？
这是入团的标准，要这样子才可以入团。就康康的，康康的，康康的。所以你最近也发芽？我先发芽的。哦，感情好，感情好，马上有默契呀。哎，学姐来。哎，学姐今天呢也要看一下。对啊，穿着不得了，这两位盛装天王。哎，没在输的啦。哦，你们刚好青蛇跟白蛇。你们会跌倒吗？工作的时候？哦，我比较会，因为他本身比较高，那所以我如果我们要跟他配的话，我要穿更高。对，我要穿比较高。这个举你们要不要举？要。你说上打开钱柜门口看到这样，穿这样子，那我会走，我会吓到吧？哎，他是人吗？他是。好吧。那今天两位要表演什么？今天我们要一起唱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这个是代表我们台南武媚娘的。这是我们的团歌。是哦，来，请聊，欢迎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，和会流泪的眼睛，再为我去唱情歌，这是一个问题，谁决定要用这个当代表歌曲？我们的团长的灵魂人物，对，非常好，太适合你们了。谢谢，我们就是要当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嗯，这是有意义的，那我们的目标。是是是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希望你你是记者晚会要结束，想走，赶快换衣服，想走，没有，没有。大家有局，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情，对对，很开心你们来了。录影前有喝了吗？刚没有，没有。他平常就这样。哎，我问你，上电视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很好玩，谢谢你们。下次就不要紧张。好事。我下次就不要来了。我也是这么想。神经病啊！可是你下次还会想来吗？会。如果我们邀请你们，你会来吗？会，谢谢。会。那下次要表演另外一首歌曲哦。好。会想看他们穿就是时装的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另外一个身份对。嗯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就下次来就穿时装，然后再下次来就不要穿。自己 Q。没有了。好不好？谢谢，来，请坐。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加入一个新的团体，还有学姐这样的照顾，真的是这个非常的窝心啊！哦，就像你们两个，对不对？爱你，爱你，你怎么是语重心长的感觉？哇，今天很高兴你们来我们节目玩，今天谢谢你们，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本节目由福尔俄文腔冠名赞助播出。